京 A8 车牌号代表什么？多年来，坊间确实对京 A、京 A8 号牌存在某种迷思，认为京 A、京 A8 号牌的车主非富即贵。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显示，1994年8月，北京启用 ABC 三个字母车牌代号。由于当时汽车未普及开，汽车多为党政机关所有，所以当时大部分车牌分给了党政机关的公务车辆。京 A、京 A8 号牌自然也不例外。后来，随着汽车保有量的迅速攀升，京 A 号牌资源枯竭，只有重新启用才能获得。2018年1月，京 A 号段再次出现在小型汽车号牌选号池中，并随机出现。所以，京 A、京 B、京 C 只是车辆管理的区分标志，且按照法定程序核发。由此可见，京 A、京 A8 号牌的稀缺只是某一时期车辆管理政策变化遗留的正常现象。